样哈。那这一首诗歌就是有一点在讲说，哦，耶稣他真的能够安慰我的心，我是怎样啊，神怎么帮助我啊，神怎么样让我来啊，这样，哦，我的心要颂赞他。有两种，但是呢，如果在教会里面哈，真的最重要的，在前面如果说唱诗的话，一定要唱有一首两首是对神，直接对神唱的歌哈。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，有没有神对人说的？我告诉你哈，有圣经的话就是对人说的。还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哎，我要问你一个，神有没有唱歌？我就是这个问题，神有没有？有没有唱过歌？用神来唱给我们听。好，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有，应该是有。有没有？在哪里？有，旧约哦，西班牙书第三章。啊。西班牙书第三，它上面讲说耶和华默然爱我，默然爱你，他会因你欢心而歌唱。哎，我以前好，哦，我以前那时候读到这说，哇，上帝会唱爱歌给我听，真的。也是江城的时候，也是唱。你回去查看《西方雅书》第三章，就讲到说，你可以翻一下。西方雅书第三章讲到说，哇，神说我默然爱你，他英文就是英文的。英文他是说他会因你欢心，因你的欢心，但是英文说，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因为爱你喜欢而 sing， 会唱歌。英文的翻译，西班牙第三章后面。哎，你问的对，我就是这样考你，说耶稣神有没有唱歌给你？哦，在这里啊。呀，里面啊哈。多少节？我看啊。14节应当唱歌。有讲到英文啊，说我默然爱，我看了哈，哎，这个，哦，对，17节啊，你念，从17节大声了念啊。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、有大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心。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这里写的不是欢呼，他是说喜乐而歌唱。对，英文就是 singing。sing 啊，那时候这里没有写。他没有，他说我们欢呼，圣经翻的。sing， 你看英文的，他是讲说他会唱歌给我们听。好，我弹一首那个。有时候有点。有啊哈，有哈，仔细啊，你们耳朵回去张开啊，让神要唱歌给我们听哈。好，我最后一首弹一首这个了哈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唱一两首诗歌就，好，就差不多决定了。你们肚子饿了没有？没有。这一首诗歌也是一首圣诗来的哈，好。